刚好有一个想法，然后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有趣，所以我就想要把有趣的想法把它画下来。你必须要去思考说插画对你到底是什么，然后 你在不停的尝试中，你可以试着找到自己最喜欢的风格，或是你觉得自己最擅长的方式是什么。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是多练习，然后多寻求发表的机会。今年暑假我会在星光三月儿童艺术季北中南巡回展出我的绘本故事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绘本世界。